因为买唔起楼而俾女撇，呢啲文章喺网上揦埋都有一扎啦。而家香港嘅楼价，大部分年轻一辈连车都上唔到。但系我相信事在人为，所以我面对呢个问题，第一个反应一定系。但基于呢条系假设题，所以答之前我一定要定好个前设，只可以二选一。呢个就系我同我哥啦。其实如果要明白我点样拣咧，首先就要由我嘅过去开始了解。Are you ready？ 我细个系一个好学生嚟啊，永远最快做完功课，分数又名列前茅，系我妈嘅骄傲。直到八岁三年级嗰阵时，我成家就移民咗去一个好多冰嘅地方。因为唔识讲英文，我就开始懒散啦。不足两年，我仲破咗自己人生嘅第一个纪录添，就系成个礼拜冇开过书包。而家盘皮啊！系啊，我好细个已经知道，小学成绩点样都好啊，都系自动升班噶啦，仲盘皮咩？基本上当时每日翻学就系为咗见下朋友，打下篮球。我喺 school 时期咧，就喺我身后呢一间圣罗伯读噶啦。直到入到中学，我就开始反省过啦，我唔可以再当学校一个游乐场啦。于是我就开始跳堂啦。我成为咗学校嘅死臭飞，净系考试测验先翻去，唔识就靠出猫，出猫都冇信心嘅时候就去诊所诈病攞医生纸咯。每年学期尾攞成绩表翻去俾阿妈睇咧，佢个样都唔多骄傲噶，因为佢估唔到我成绩下跌嘅速度仲快过蹦极针。不出几年，我又破咗另外一个纪录啦。大家唔好误会啊，零分我试过唔少次，但系我觉得一分系最难攞嘅。嗰种对于精准度嘅严谨咧，你冇黐过芒贴，你系唔会明嘅。之后几年，我每星期最少有50,000去唱 K， 同时开始爱上打牌、玩扑克、打波、识朋友，过咗人生最冇建设性嗰六年。当玩到25岁嗰年，我发现身边有啲朋友已经供紧第一架宝马，有啲仲买埋楼添，而我仲系过紧月月清嘅生活。咩话？你话咩？冇人做朋友。房租拖得就拖啦，跳电都唔敢打俾屋主整，对前景彷彷徨。我当时应该同佢差唔多心情到啦。That's fine, be free。代价又系咩？譬如我而家做每一个决定都一定要明智，毕竟已经过试水温嘅年纪啦。仲有就系我俾人迟起步，所以我而家要付出双倍嘅努力同埋时间先可以追得翻。呢五年嚟，我每日坐底都做十几个钟头嘢，星期六日同公众假期冇假放唔再讲啦，去旅行都要带埋嘢去做啊。咁今日嘅旅程大概都完结噶啦，因为我要翻返去酒店度做嘢啦。但如果你问翻我转头细个嗰六年好唔好玩，我够胆讲 ，best moments in my life。我以嗰个年纪嚟讲，算系玩尽咗噶啦，而且我居然冇后悔。因为第一，而家我做嘢好专注，因为我真系觉得玩够无憾啊。第二，我做紧自己喜欢同擅长嘅工作，做起事嚟事半功倍，所以要我花翻双倍嘅时间嚟追翻个进度，从数学上嚟计，其实系拉翻匀。最紧要系第三，我知道我唔会再有机会可以好似19岁咁放肆。我认为若果一个人够明智，只要配合加倍嘅努力同埋时间，追翻进度只不过系假以时日嘅事嚟啫。但系年龄，任凭你几醒几勤力都追唔翻。我冇可能过翻19岁时嗰种不负责任嘅生活。同样地，我亦都冇可能以65岁嘅年纪去享受翻原本30岁先能够享受到嘅嘢。究竟巴黎铁塔系边个站呢？好似系要过河嘅，所以对我现时嚟讲，享受生活嘅意思就系可以去多啲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探索。而买楼以天水围400万楼价嚟计，加埋90%按揭，保险首期40万，一年储10万，几年都可能买到嘅。但咁辛苦储完都仲要搬去深山，我宁愿租啦。嗱，当然是符合我心水嘅楼要700万啦，40%嘅首期嚟计就系280万，悭啲玩应该都够你环游世界。所以我大可以将个主题再具体啲咁问：30年后，我想死储一等700万嘅楼，然后到退休先可以享受。定还是楼都未有，不过已经在每一个国家留下个脚印。了解完我的性格，我相信你会知道我怎么答。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has turned off the fasten seatbelt sign and you may now move around the cabin. However, we always recommend you
keep your seatbelt fastened while you're seated.